一个开心的 voice， 一个熟悉的 place， 这样是一个 very nice， 欢笑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点。有请节目主持人蝈蝈江南。动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。有一位外国大使啊，本来吧，嗯，准备献上一对非常珍贵的啊，罕见的罕见金丝雀啊，给国王当礼物。但是还没送到国王那儿啊，就死了一只。啊怎么办呢？这对此对国王来说这不吉利。国王一生心里急眼，嘎嘎嘎，就人猴你就落了地了，啊？怎么办呢？想了一个主意，是就抓一只本地的金丝雀来充数，滥竽充数，一只外国的啊，一只本地的。对对对。但是国王看到这个非常珍贵的那只金丝雀，就特别高兴啊！哎，他在屋里外面这是笼子里，怎么还放一只本地产的呢？大使就跟国王解释啊：“国王，你看我送给你这个金丝雀啊。”他生活在外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语言上沟通有困难，所以必须找个本国的来当翻译啊。翻译。这一天放学回家，只见江南带了个黑眼圈回来了。妈妈问他怎么回事，江南回答说：“我跟蝈蝈打了一架。”妈妈对他说：“明天呢，带上块蛋糕给蝈蝈，并向他道歉。”第二天，江南又带回一个更大的黑眼圈，妈妈大惊失色呀：“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谁干的好事？”这江南回答说：“蝈蝈干的。”他说：“还想吃蛋糕。”是有一个人啊，他嗜酒如命啊。医生建议他采取瑜伽法来戒酒。瑜伽？对。过了好几天呢，这个医生呢碰见他的妻子，啊，就问那个妻子说：“这丈夫用这个瑜伽法来戒酒做得怎么样啊？”哦，妻子回答说：“哎呀，大夫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家那口子现在可好了，他现在可以一边倒立一边喝酒了。”一天，一个人去参加拍卖会，在那儿他看中了一只鹦鹉。由于非常想得到这只鸟，他一直紧跟着竞价。他不断的出价，却不断的被超过，因此他出的价格是越来越高。最后，在他叫出了比喻想要高得出的价格之后，他终于中标了。那只鹦鹉终于是他的了。在付钱的时候，他对拍卖师说：“我希望这只鹦鹉的确会说话，就像刚刚你们介绍一样，这只鹦鹉是很聪明的鹦鹉，会说话的鹦鹉。可我呢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不想买一只不会说话的鹦鹉。”拍卖师说：“别担心，它肯定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，要不然你以为刚才是谁呀，和你一直在竞价呀？”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对市场上喝醉了闲逛的酒鬼高声喊道：“哎，先生，赶快买下这个柜子吧，很便宜，只要原价的一半的价钱。”酒鬼回答说：“我要这个柜子干什么呀？”商人说：“你可以在这里面挂衣服呀。”酒鬼听了这句话之后非常生气：“什么挂衣服？难道你要我光着身子满街跑吗？”想开心有绝招，别打针，别吃药。下一个节目是，哎呀，都知道了。有请节目主持人蝈蝈江南。
你好，我是蝈蝈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欢笑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，这里就是。别说了，开始了。这个江南和两位外地的朋友出国去旅游，回来的时候呢，这飞机啊一头栽在茫茫大海当中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。是啊，比较万幸的就是哈，他们都没受伤。没受伤好啊，只是呢是江南吓得晕了过去。这个时候只见天空中传来了上帝的声音：别难过年轻人，我将满足你们每个人所处的第一个要求。第一个朋友赶紧说：我要回家，回北京。他说完之后就回到了北京的家中。第二个朋友说：俺俩又回上海。话音刚落，他马上也回到了上海的家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江南苏醒了过来，他发现两个朋友都不见了，于是赶紧大喊：你们都在哪儿啊？快回来呀！经理对老板说：哦，小陈这家伙简直是不可救药啊，他整天打瞌睡，我都给他换了三个工作部门了，可是他仍然恶习不改。哦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就让他去卖睡衣吧。这样的还让他去卖东西？在他身上挂一块广告牌。什么广告牌子？上面就写这样几个字。什么字啊？优质睡衣当场示范啊。语文课上，这老师啊教同学们怎么样尽孝。尽孝的孝敬父母了，孝敬老人，就这样，就是像这个父母嘘寒问暖，是问一问他们一天工作顺不顺利啊，关心累不累呀、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啊。这第二天呢，老师要同学们报告一下父母的反应。你看看父母，你看孩子这么问他，你看父母是不是感到很欣慰、很开心很高兴、有一位同学就说了，老师，我的父母说了，哎呦，孩子，你缺多少钱你就说吧。切，你这算什么？我才倒霉呢，我就是关心了一下我爸妈，结果他们问我说，是不是今天发成绩单了？说心理医生啊，给一位病人，检查心理状况，看他心理是否健康。这心理医生就问他了，我问你，假若说切了你这左边的耳朵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听不见。哎呀，那我要是切了你的右边的耳朵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看不见。怎么会看不见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眼镜都会掉下来。哎呀。宿舍当中的小刘，正忙着学外语呢。这小刘最近特别刻苦，可能是要出国学习啥玩意儿，忙学英语。这小刘 就不断的练习英语听力哈，可是练了很长时间，就是不见提高啊。说实话，小刘这孩子挺笨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有一天吗？大家在宿舍吃饭呢，小刘就津津有味的听着他的广播。这孩子好听广播，这广播里经常广播什么英语学习啥玩意儿？对呀、这小刘就非常高兴的对大家伙说了：“哎呀妈呀，哥们儿脚去吧，最近哥们儿这个听力啊是有很大的进步啊。”哎呀，我现在哥们儿不吹啊，现在广播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能听懂他说的是啥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伙吧都没在意，你知道吗？就见那小刘哈，一边听还一边不住的点头。这听明白了。哎呀，这英语讲的太好了，这。过了一会儿，广播当中听懂突然传出了一个声音：各位听众，法语广播现在结束。法语。一个演说家正在做一篇情绪激昂的竞选演说，听众当中有一个婴儿大声啼哭了起来，一位妇女抱着那个小孩站起来准备离开，那个竞选者意识到自己将会失掉一票，于是呢赶紧大声喊道：不要紧的，那孩子的哭声并不打扰我。但是你打扰了我的孩子，嘿。